现在我要解说的是海马。首先我们准备350气球一条，白色260做连接，然后做一个四胸的结，一个四胸的结，做一个八上来，白色做一个六上来做连接，再做一个六下来做连接，接着做一个八下来连接后面熊耳结，然后做它的脸颊，八连接，八连接。眼睛的部分可以用贴纸或者用160黑色做两个连接的熊耳结，把它套在这里。球皮要留长一点，两条球皮把它拉到后面来，在这个熊耳结固定。接着做嘴巴，一个苹果结，一个六做连接，然后我们准备深色的粉红色在眼睛的部分做连接，然后做四个三下来连接，再做一个六，一个六做连接，熊耳结一个三一个四做连接，接着做15是熊耳结，再做一个15上来做连接，粉红色做15连接，再上来15连接，第三个15要在这两条的中间上面做一个15连接熊耳结，让它的肚子有一个弧度，接着做连接，做一个15的环泡，做好以后把它塞进来，最后我们做它的尾巴，做25，然后把它做卷曲连接。我们这个很有造型可爱的海马完成。